大概7点半前到，然后就是因为之前就口罩都买不到嘛，然后昨天有来问药局，他就说就是数量有限，就是可能还是要提早来这样子。嗯，那你这种快餐司机买回家是要给小孩用的？ 就家里有老有小啊，那小朋友因为学校之前有学生确诊，所以就是那个过程，其实我们还蛮 suffer 的，所以还想说买快筛，如果家有什么状况，赶快先测一下这样子。最主要是为了给谁用？是给小孩子用还是？准备起来啊，怕到时候又买不到，现在先准备起来。 早上7点测试的时候是相当顺畅的哈，每张卡片过卡，然后过卡的是时间花略不用10秒钟就可以完成。那刚刚到约略到8点半左右，到8点40，然后基本上像就是相对网站会相对是比较拥塞的状况，哦，平均每个药局反应过张卡可能要超过1分钟，甚至1分钟没有完成。啊，所以这边我们第一个就是跟健保署反映，希望一个赶快进行抢修。 那第二个，因为像本土相对疫情是比较严峻的哈，所以药师公会全联会这边之前也有做过相关的推演，哦，所以原则上我们会先经过民众同意，假设民众同意的话，我们会跟他 copy 健保卡的正面，啊，因为正面就会有我们所需要补 key 的资料在里面，我们就等让他能顺利的，就是完成健保卡 copy 之后，就可以把快递给他，跟他收取费用，然后后续等网站顺畅之后，药局端再协助民众来做个补 key 资料的动作。整体78分，我们大概在虽然有点网站有点宕机。 因为我们配套措施，所以我们大概在半小时内就把这个78分给完售了。